我敢把你写死的，都怪我。不一样的小姐，原来的我，为了一个我不知所以然的爱人牺牲，这样死得很不值得。现在的我，为了你，为了花月城和玄武城，这样死得很值得。不是你写的结局，是我审为寒暑，自己的决定。你不是说，在你的世界里，有人不懂你为什么写这个故事？男主角为什么会喜欢女主角？现在我有答案了，因为你善良、乐观、坚强，一次次的挫折都没让你退缩。这么有活力的一个人，就算没有我，也会过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希望我是你的良人，让你不会相遇。不后悔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后悔的。虽然我曾经讨厌过你，推拒过你，害怕过你，但是我真的好幸运，我喜欢你的时候，孩子一直都在。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，把这个故事结束吧，让我亲眼看着你登上城主之位。我要你走，不会的，你就等大梦一场，等你醒来翻翻剧本，你会发现我一直都在。我知道是因为我，舒安说的没错，这是男子汉该有的担当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夫人，我们进去吧。Oh,